大脏结果吧。你至少得去个道士神吧，在里面两个神，我操！得多买点药，不能买太多，买多了我包裹进去。买太多药了，路上捡的东西把包给丢了。四个小时，一点多的，三点多，四点多。吃饭还是很好的，就怕那个玄冰蛇练不动，光动。你和他保持一点距离也可以打的。那打的也快。嗯？不对是。对，昨天爆出来我看到是白的，不捡，让他看到。哦。对，他是那个雨衣，那种下雨的那种。而且他一下就爆头了，爆头就爆死了。二十个有人。对。有硬。而且神武和蛋袍这些还不是极品，不过粗心一点爆了你都不知道。椰子把二十二、二十三打了没？打完了。嗯，
老师，这老师，这老师。